歪走是邪，直走是正。人生就是一条道，人在心理作用下形成了生命的力量。因为你的每一个想法都是你的希望和前途。命运就是一直不停地在欺骗你，命运就是不停在引导你走下坡路，但是让你不知道自己在走下坡路。命运就是利用你意识中的贪嗔痴，这些不好的东西，让你变成一个邪恶的思维，给你的命运种下不善的种子，让你远离了善的因缘。善恶就在你命运中形成了。恶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善的东西越来越少，最后你就会陷入恶言恶语的轮回路，走下坡路。下坡路容易走，上坡路难走。要控制好自己的意念，不让自己有半点恶念恶行，一是靠忏悔，一是完全堵住意念的漏洞，与魔做斗争。因为你有恶念恶行，魔才能控制你。如果你没有恶的意念，魔就控制不了你。当你有恶的意念出来的时候，有时候自己不知道，它就形成了恶念，就进入心中，造成了恶行，魔就达到目的了，它就能把你拉到魔道，让你远离圣道。很多人就是不停地伤害自己的正信正念，伤害自己的未来，不停地造新业，自己根本不知道行佛还是行魔道。坚决不能造新业，才能去除恶业。万法皆由自心现，佛魔皆在一念间。控制意念挡魔道，善念常住学佛道。